民进党布局年底选战，总统蔡英文下午亲自召开选对会，拍板征召新竹市长林智坚参选桃园，新竹市则交由副市长沈慧宏，而立委蔡适应征战基隆市。至于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跟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，近期都积极走访基层，故装把装的意味相当的浓厚。期待车辆依序进入总统官邸，民进党布局年底选战。总统蔡英文18号亲自召开选对会，拍板征召新竹市长林智坚参选桃园，新竹市交由副市长沈慧宏接棒，立委蔡适应征战基隆市。那我也相信，右昌的棒子由适应来接棒，让基隆更好。潘县长、林智坚市长政绩卓越，深受肯定，国人对他们有很高的期待。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对于林智坚转战桃园，行政院长苏贞昌给予高度肯定。不过，民进党在首都市长人选尚未出炉，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近期则是积极走访基层，来到蓝营铁票仓拜会景美福兴宫，尤其有超过30位的在地里长以及议员到场相挺。因为潜在对手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近来也频繁出席地方活动，外界解读有意拔庄。我们跟里长的互动非常的紧密，我们也会持续在地方一一的起义，选哥应该把每天的工作做好。对于蓝营质疑掌握行政资源打选战，黄珊珊在脸书写下不忘初衷，继续努力，欢迎所有人一同关心市政建设，也否认安插亲戚小孩工作。台北市长选战随着夏天到来持续加温。记者黄子杰、陈信龙、邱福才台北报道。